胖企鹅玩偶教程第二期第十圈，我们勾好了之后取下记号扣，做一下引拔连接起立一针，开始编织第十一圈。第十一圈我们先勾一个短针，挂上记号扣。我们算上第一个短针总共是编织七个短针，大家自己勾完。七个短针勾好了之后，在第八个针目上面编织一个短针的加针，同一针目编织两个短针。第十一圈的规律就是七个短针一个短针的加针为一组，重复六次进行编织，总共是54个针目，大家把这一圈自己编织完。第十一圈我们勾好了之后取下记号扣，做一下引拔连接起立一针，开始编织第十二圈。我们先勾一个短针，挂上记号扣。这里需要大家注意的是，从第十二圈到第十八圈都是不加不减的勾一圈短针，每一圈都是勾54个短针，大家把12、18圈自己勾完吧。第十八圈我们勾好了之后取下记号扣，做一下引拔连接起立一针，开始编织第十九圈。我们先勾一个短针，挂上记号扣，连续编织4个短针，在第五个针目上面编织一个短针的加针，然后再连续编织4个短针。这是一组规律，我们第十九圈就按照这一组规律进行编织。它的规律就是4个短针一个短针的加针，4个短针，这些针目为一组，我们重复这一组，重复6次进行编织，总共是60个针目，大家自己勾完，再编织4个短针，然后编织一个短针的加针，再编织4个短针。这是第二组规律，大家自己重复勾织完吧。第十九圈我们勾好了之后取下记号扣，做一下引拔连接起立一针，开始编织第二十圈。我们先勾一个短针，挂上记号扣。我们需要用灰色的线编织25个短针，不加不减的勾25个，大家自己先勾完。25个短针我们勾好了之后，在最后一针上进行换线，在第25个针目上面进行换线，先扯长，然后找到斜着的这两条线，钩针直接穿过斜着的两条线，放在后方，然后取出白色的线，同样的拿线方式放在织片的后方，直接带白色的线过来。带线过来之后，我们在下一个针目先勾一个短针，接着我们把这个灰色的线拽过来，这样就换线完成了。用白色的线我们总共钩织10个，大家自己勾完。10个短针勾好了之后，我们还是换回原来的线，同样的换线方式，我们每一次换线都是这个方式，大家学会以后就不仔细给大家讲了。然后扯出这个灰色的线，我们这个灰色的线没有断线，直接带过来，然后先勾一个短针，接着把白色的线拽过来，这个白色的线也先不要断掉，接着用灰色的线开始并行编织。灰色的线总共编织25个短针，结束这一圈，大家自己勾完。第二十圈也勾好了，同样是取下记号扣，做一下引拔连接起立一针，开始编织第21圈。先勾一个短针，挂上记号扣。21圈我们先勾23个短针，大家自己勾完。23个短针勾好了之后，我们在最后一针上进行换线，同样的换线方法，先勾一个短针，带出线，然后我们用白色的线编织14个短针，14个短针也勾好了之后，我们还是在这个地方进行换线，用灰色的线再编织23个短针，结束这一圈。第21圈我们勾好了之后取下记号扣，做一下引拔连接起立一针，开始编织第22圈。先勾一个短针，挂上记号扣，我们连续编织22个短针。第22个短针勾好了之后，我们同样是换回白色的线，白色的线我们需要编织16个短针，大家自己勾完。16个短针勾好了之后，我们在最后一针上进行换线，换回灰色的线，用灰色的线再编织22个短针，大家自己勾完。第22圈我们勾好了之后取下记号扣，做一下引拔连接起立一针，开始编织第23圈。我们先勾一个短针，挂上记号扣。第23圈我们需要先编织21个短针，大家自己勾完。21个短针我们勾好了之后，先拉长线圈，换成白色的线，白色的线我们编织18个短针，大家自己勾完。18个短针勾好了之后，我们还是换线进行勾织，
接着我们用灰色的线编织21个，这一圈就结束了。